的雅炫 Sarah， 我们文静清新的金慧 Karen， 我们基隆小苹果雨伦 Teresa， 还有我们泰文非常溜的张宁宁。到桃园的旅行时间大约是3个小时10分钟，桃园与曼谷有1个小时的时差，预计将在当地的2:50左右抵达。同时提醒您，就座时请随时系好安全带，系上全面禁烟并禁用干扰飞行通讯的器材。相关的安全须知及电子用品的使用规定，请参阅一袋内的机上杂志。稍后即将由我们的 V 伙伴们为您做餐饮及免税品的销售服务，所以袋内有相关资讯，请您。